就快杀人，抓鬼我就杀。仕事は昇進、恋人もいて公私ともに充実なのに、気がつけば袋小路。30歳を目前に控えたクリスティ。你哋永遠真係等我講嘅時候，你哋先去做嘅喎。我覺得你先係浪費我嘅時間啦，八婆。要做一個成功嘅女人唔容易。你今年幾歲？点搞啊呢啲吓？点住啊？そんなある日、突然住まいを失って。欢迎你嚟到我屋企啊！佢啊，我今晚就要出门去旅行啦！你知唔知道乜嘢叫做日落巴黎啊？呢、这个就日落巴黎啦！黄天乐自传式日记。4月3日就是我30岁生日。哇，咁巧嘅！又揾到呢一度噶。你去上海呢3个礼拜，有冇挂住我啊？我好似行紧一条楼梯，忽然间踩空咗一脚。黄天乐，你咁开心做咩啫？あらゆる世代に愛されて香港で大ヒット。今を生きるあなたへの物語。我最叻咧就系呢一样嘢啦，咩都笑咗先嘅。29歳問題。